现在市场手机都很难搞啊，很多人都没来开档啊，没货啊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啊。现在在老板这里看他包装配件了、写一下包装配件算了。老板在这里包装这个诺达耳机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倒闭。倒闭啊！不好搞是不是？耳机好不好搞？不好搞。手表好不好搞？不好搞。金墩墩好不好搞？更不好搞。家里有多少亩地啊？啊？没地了，没地了。哎呀，感觉这个时候想回家种田算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人去搞个鱼塘包几个鱼塘养鱼算了。回家去卖生鲜，卖海鲜去。啊？卖海鲜？卖海鲜是吧？手机行业不搞了是吧？卖海鲜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合伙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然后再去养一点牛。还养一点鸡，耳机也难搞，手机也难搞，现在什么都难搞。华强北，在华强北做生意太难了，回家正种田了。这是二代是吧？再包装一下这个二代，来，这里有好多。这里有好多，三代、二代，还有充电器，下面更多，这些全部都是。以后搞一波活动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啊，可以。我一老板大气，老板大气。有啊。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Thank you.